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春夏秋冬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睡了又睡啊！今天咱们就继续睡觉吧。第一局，这个主视角玩家地叫暮色萨顿啊，感谢他的录像啊。这边选将的话，两对组合都可以选啊，夏侯兄弟，这个四刀流啊。好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夏侯兄弟啊。看看本局比赛，夏侯兄弟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这边产生在8号位，两个桃子一个无懈啊，还不错啊，不需要换了啊，可以救队友也可以保护自己啊。这边上家下家这个消气疗啊，你气疗了，气疗就别出牌了，气疗就气疗吧，还整了一身神装啊，这个就让别人非常的艳羡了。好，这边你看这个有艳羡的人吧，胯下有杀气啊，去夺人家兵刃了，夺人家兵刃还要不要揍人家呢？想，好，想了半天决定揍，既然夺了都夺了，我就揍一下吧，啊，又有何妨啊？这个人比较像这个魏国，是不是啊？看是不是魏啊？这边祝融出来了，祝融抢了一波手量啊，他是想怼这个二号吗？啊，好，果然是想怼二号，觉得你是个魏国，结果不幸啊，打到了一个雷公助我，雷公 help me 啊，直接把祝融劈废啊，祝融要哭了啊，祝融不是庞统，真的要哭了，哭瞎了啊，好。这边先狙啥的也不好用，牌都打不出去。好，这边去打群了，去打群了，看他发不发力，如果非常发力就有可能是鼠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也没顺祝融啊，那很有可能是鼠啊。侍卫的话一般都不是手剑嘛，就顺便一刀带了，管你谁是谁呢啊，还切个冰凉，结果他下家也是一个群雄啊，表示不能忍了啊。这个卧龙表示听说你不能忍了，那我也不能忍了，咱们看看到底是谁不能忍，你可识得此阵啊。张角表示我很无奈，我并不能控制阵。好，这边直接乱舞，表示想让一个祝融死啊，结果出来一个二哥啊，这就非常的神奇了。没杀，没杀就没杀了。好，这边怼啊，三个鼠了，你想刚就刚他啊，这个人是什么也不一定啊，也有可能是你队友，这个都不知道啊。好，刚一下下噼里啪啦啊，是不是看看祝融会不会去死啊。祝融表示我真的是凤雏啊，很不幸你中奖了。好，这边有蔡文姬啊，这个局势就非常的混乱了，到底是大群呢还是大鼠呢还是什么都有呢啊，我全都要呢，这个就很难讲了。二哥出来了，二哥马超啊，二哥早就出来了。马超刚才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亮呢？为什么不全军偷击控制一下贾诩，万一贾诩对吧可以出闪呢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边但是二哥表示我非常的猛，我就是要吃菜啊，我吃完菜还要弄死这个夏侯惇。好，然而他并不知道夏侯惇手里全是桃，根本不怕你啊，而且还有夏侯兄弟啊，可以回血啊。但是既然大鼠开团了对吧，就没必要掩饰什么，就得跟你们这么刚啊。好，这边出来一个猴子，猴子配什么将呢？猴子一般配的将都不会太弱啊，是不是？要不要亮大猴子？你要不要亮啊？顺手牵羊，过拆加顺手。卧龙表示我空城惊叹啊啊！哦，原来是陆神将，陆神将厉害吗？陆神将还是挺厉害的。远招进攻，你看找到一个远招进攻啊，两发神乐啊，九杀，灌师傅啊，要杀谁？要杀祝融吗？好，有没有选择杀空城的关羽？解的关羽无可屌位，表示你那边涅槃什么也没有啊。好，有闪他没闪啊，他表示怕别人在打他啊，结果被孙坚。一了一手，又弄了个灌师傅，灌师傅没灌出去，然后多了一个过拆，把他闪给拆了，那里边就千里奇人给你骑死了，骑死再说啊，骑死再说的话，咱们可以考虑决斗一下下家，看看下家到底是什么，再决定怎么个乐法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他不出来，那就直接先乐住啊。这个红乐呢，暂时先不需要乐谁啊，局势比较平缓，不要去那边，就是。打鼠打的收不住手了，那就没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这个人也没有选择亮，他这回合没选择亮，倒不能说明什么。是鼠，他其实也可以不亮，因为他这两个鼠国队友根本就没功夫管他，即便是想压制暗将也没有能力。好，我觉得可能要进入平滑期了，因为这个鼠国嘛，这个孟获卧龙还是有防御力的，那边一个断肠的，别人也不愿意贸然出手了。好，看看孙坚还愿不愿意啊？孙坚表示我不愿意。好，不愿意，但是该顺蜀国他还是顺的。我刚想说他愿不愿意配合一下夏侯惇了，不愿意了啊，正常，人之常情，是不是？
刚才是这个时候特别这个十万火急的时候，现在这个进入了波澜不惊之刻啊。好，这边继续打这个暗将吧，再砍了一刀，看能不能把马射掉。嗯，这回勒住他吧，这回他要是再不亮，肯定也不是位也不是鼠了，因为这刚才卧龙没排，他现在卧龙有排了，你是鼠，你终归要寻求出来吧，怎么这三血的黄月英流晒啥的，那你不出来基本上也不是位，是位打成这熊样你也没办法了，只能出来了，应该也不是位了，三血不慢，就是群无啊，群无的话他确实不太方便亮啊。这边卧龙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啊，表示你死了就该打我们了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等也许关羽没准就想通了这一点，就把他给干掉了呢，是不是？关羽表示你不亮就干掉啊，啊，反正你是群是无，一会儿乐不住你，你没准又出来，没准夏侯惇又不打了，这东西谁能说得准？好，干死了个群雄啊 ，OK， 没问题。干死群雄的话，咱们有防御，应该是问题不大。但是呢，就怕这些盟军又这个各种心怀不轨、心怀叵测，就不愿意去打了啊。因为现在谁出头，蜀国就胖揍谁，谁也不好受，是吧？嗯，现在来看看看蜀国的动向啊。他说你别搞了啊，意思是你别搞他们了，看看他们谁先搞他们啊。他说我死了你们进鏖战、啊、他也知道这个卧龙孟获进鏖战厉害是吧，然后关羽表示我还要搞啊，我还要搞，贾诩呢不动，贾诩不动呢，那这个关羽表示那肯定打你孙坚了，贾诩又不动啊。好，主视角表示我也不动那你不动你不怕孙坚生气吗？孙坚都给你排了，象征性的杀一刀还是杀一刀的，我觉得可以象征性的杀一刀，但是卧龙表示我并不是那么想的啊，贾诩你不动我也打你，这就没必要了，贾诩不动了你还打他干什么，打孙坚去啊。好，他不动，那贾诩一下生气了，贾诩表示我把你盖，我放南蛮，你不是很屌吗？但这两个南蛮下去数我好像也没什么屌事啊，还是其他人有事啊，这个夏侯兄弟名不虚传啊，红桃兄弟名不虚传啊，各种红桃。这下局面打开了，局面打开了的话，但是孙坚要死了，看孙坚，孙坚应该也不会给补牌了，咱们都不动，他凭什么给你补啊？你又不出力啊，你看直接拆卧龙去了是吧？当然这里孙坚陆逊恐怕是要凉了，孙坚陆逊恐怕是要凉了，他最希望的是能收个人头回个血啊，这才有生机啊，不然的话是完全没有生机了啊。好，还有个桃子，这里怎么办？杀卧龙吗？是我建议你把孙坚杀了吧，你不杀孙坚，孙坚一会儿可能就会啊生气了，觉得你没有动啊，甚至你去杀了他，其实你杀了他除非后面的人他们有能力补刀，这边一个贝勒一个打不到把孙坚干掉，不然他们很可能要联手干你了，我建议把孙坚砍掉啊，他没有去砍孙坚啊。丞相诛我，好，诛不起来啊，真的是丞相诛我啊，俩人还合体了，一个丞相一个猪一个牛。好，这边贾诩挂个人王盾，然后呢翻一下杀啊，好，重铸这一笔重了个闪啊，厉害了我的哥，这边他被乐了，他被乐他杀不死孙坚，好啊，孙坚此时做一个如何感想，好，孙坚恐怕要来拆你了，我这就是我说的，他刚才不已经都发出信号了，说你这个人怎么对吧，不出力都不给你补牌啊，刚才就把他剁了，现在导致自己被拆也很难受是吗？而且他一旦杀了孟获再回去取来就麻烦大了，他们三个人要一起对付你了对吧，之前你杀暗将没问题，现在你对吧，你弄了他，感觉他真是了桃了，你这里只能赶紧把他干掉了，你不干掉他的话麻烦更大是不是啊？这是一个思路的问题啊，刚才是真的不能让孙坚活了，好，这个孙坚也发表了他看法啊，为国不尽力啊，现在你只能尽力把他干掉了，进三人局了，进三人局的话还是很难讲啊，还是要看心态。好，主角表示贾诩快干孟关羽，关羽厉害，他不会干的，他自己都还这个对吧，这开了个桃园也不知道是福是祸啊，虽然说自己也回了一血，但是别人也回了一血，大家都开始虚报了啊，三人局又到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时候，很难讲啊，勾心斗角暂时呢应该是不太会动了，暂时应该谁也不太会动了，看看谁先发难。好，他没事干，翻了。好，他动了，他决定动了。那他动，他就砍他呀。好，他一动，关羽也动了，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。他俩都动，你就那就先捡软柿子捏呗。这先捡好杀死的捏，并不是说先捡软柿子，你又不砍，你翻什么呀？浪费牌。小兄弟儿，哎呦，他杀一刀，顺着这个盾，顺这个盾啊，对于关羽来说，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啊。你可以留着一会儿再顺。因为这个盾你又挡不住夏侯渊，
而且你顺着个盾以后，贾诩可能会生气啊，你知道吗？他有那个盾，他也对吧？那个夏侯渊想打也可以打。好，这边夏侯惇也是借势啊，你既然顺盾，那就打你啊。这个果然是贾诩啊，好像有点小脾气了，然后关羽也有点小脾气了啊。这就是人性啊，这很正常啊，是不是啊？很正常。好，继续砍。既然对吧，贾诩砍他，那就砍呗。虽然说邹是小克夏侯惇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夏侯渊还克贾诩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对吧？先打打看吧，现在就砍，大家对着砍，看谁先能被谁砍死，这玩意儿就很难讲了。借刀杀人，不舍得出闪，因为不想掉血。好，大家心态又变了，分分钟就变啊。三人局的神奇之处啊！好，这边起套神装，手牌不一出不动啊。好，贾诩还继续砍，你这不是要给砍急眼了，多不好啊！啊，然而他表示我九杀，我不九杀不能浪费啊，所以打你啊。好，打打打，打。此时这个夏侯惇又调转枪口去砍贾诩去了，觉得贾诩状态又好了，一会儿控不住贾诩了。好，贾诩看起来是断杀了，没断杀估计要会输的。好，那关羽一看也乐得砍啊。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夏侯惇很可能因为有防御而不会被砍，他们两个人越砍越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并没有把他打得太急眼啊，就反正火了一下自己手牌不易出啊。好，照这个局势下去，我觉得夏侯惇好像快赢了，当然也不一定啊，这个东西一旦你再被压一血也是什么都有可能的，对吧？虽然说你防御很高。好，他又跳转枪口去打关羽，觉得这个贾诩有九杀啊，反正就带走。贾诩该拆装备还是拆装备的，是吧？好，拆完装备还是带走啊。行行行，可以啊。那两个人肉搏呗，比谁更快啊？是你翻了他砸死他呢，还是他神速快呢？那明显神速快啊，神速着啪啪啪两刀，这残局谁能受得了啊？你白玩，你又不打，你翻啥？你翻了夏侯渊他不还能出来吗？朋友你不要闹好吗？那肯定你比不了夏侯渊啊，夏侯渊那就是对吧，真的快，如真快男是吧？你已经死了，珠帘还没用呢就死了。可能他们打着打着都忘了这边还有珠帘这个优势呢，可能应该下压夏侯惇一下，把夏侯惇也压到两血。然而啊，由于人性的原因啊，就是在这儿互相打，这个都很正常吧。咱们看第二局，这个主角玩叫落叶落魄又落啊，好像字不够了啊。感谢这位玩家的录像啊，这边选将的话是一个只能选孔融华佗了啊。孔融华佗还行吧，白拆白奶是吧。看看本局比赛，六号位有个加一码，有孔融的话其实还好吧，前期不太那么容易猝死。好，这边大将军选择了守亮，呼唤一下队友。好，看了一下这个上架，要动手了吧？要动手了吗？没动，没动，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放马过来吧，又换了把刀。炊烟又起，炊烟又起，好像并没有想杀魏的动向啊，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看谁会去第一个打魏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、也没有乐魏啊。这个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因为现在不打魏也很正常，又不是说对吧，魏国像以前那么凶。好，大家好像都对魏表示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啊。但是第一个打魏的人来了 ,Tomato 还行。攻一下看一下。好，看主将孔融。孔融估计你也没啥兴趣了吧。没啥兴趣了啊，这里挂个马，他也没，他反正打位的也没打咱们，跟咱们也没啥关系，就过了。你卖咋地咋地，折腾去吧，折腾去吧啊。这个196挂了个刀，看他杀不杀位啊，扔桃了，飞位，但是他也没有打位啊，所以就无所谓了。有黄忠也出来，黄忠表示你看了我了就得打你啊。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为了开远交啊，有的人就为了开远交就亮将啊，那就开吧，揍吧，难不成你又是一个庞统吗？啊，好，这边曹仁呢，那就打这个八和五呗，对吧？那没什么问题，挂个朱雀羽扇，挂个人王盾，但他跑来打咱们干什么？咱们虽然没打他的人，但是问题是，就算是位，也不能非得去打那个人跳位吧，跳出来吧，你该正常的打，还是去打明确打过你的人，不要乱来。乱来不好，吃我一级啊！还好没杀中啊，杀中咱们有孔融，刚才他点穴没亮，也没什么。
不若金汤坚如磐石啊，还是两个势力还可以白嫖啊。好，其他人继续这个真的坚如磐石，就是不动啊，稳坐钓鱼台，根本不动，关我屌事啊。好，他就忽悠个刀啊，这都是正常之举啊，这什么啊，这是又有卧龙吗？啊，不知道，小刀一拿啊，气凌凉没动。对面这个二三四挺猥琐啊，好，原来是个魏国啊，好吧，动手了。动手了，那到底是大卫呢还是大鼠呢啊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看这个人吧，有揣个刘备啊，刘备九杀，你要杀谁？你不杀打你们家的人，你跑来杀个孔融，就为了看见孔融，就为了亮将干，这什么人啊，又把人家又没打你，还气两个杀，这屌人。那你这样，那怎么只能干你们了，大不大卫就已经管不了了，你给人家打到一血，人家还怎么玩，只能干你们，是不是？就别多逼逼了，就干了，换个牌，拆一下，换个牌，这屌毛，对不对？那顺便也拆一下位，能白嫖一下位，还是白嫖一下？好，拆了个邓艾，击鼓于此以至四方，但该打他还是打他的。你这屌毛，你去打位啊！人家又不是说打了你了，你报仇，那我可以理解。人家又没打你，就这个也是个位，还上来扔桃的位，你是有多少桃啊？你这上来扔桃，要不就是尝了一手 AOE 是吧？那就不知道，这不就是犯贱吗？要你有用牌不给，人家凭啥上来给你啊？你这种人就是不讲道理，你上来一个暗的打位的，又亮了一个位，别人都没动，凭啥人家就要给你牌啊？人家孔融就要给你牌，凭什么呢？这真的是不讲道理啊，流氓逻辑啊。好，真的有 AK 啊，有 AK 你能怼死吗？闪他一脸，别让他刷了。哟，还真是庞统啊，年月庞统都是放副将的，挺厉害，庞统啊都是放副将啊，这边明示啊，让你不亮，让你不双亮，开打了不双亮，那就继续怼黄忠啊，黄忠表示我浴火重生啊，你有本事把我浴火重生也打死，那你算是真的屌是吧？能不能呢？能不能呢？你们猜猜看，好像杀不是很多了，出了很多杀，咱们这还有啥？好，这个刘备开始疯狂的 diss 啊，四号跳飞鼠，对啊，四号跳飞鼠嘛，你打四号是比较合理的逻辑啊。好，他最终还是没有操作死黄忠啊，黄忠开一个桃园，大家又都幸福一下啊，舒服啊，好舒服啊，好舒服。好，这边黄忠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把南蛮放出去。真的好吗？不是很好吧？真的很好吗？对，这个李典对这个桃园结义非常的不满意，你该很能放出来卖血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太好，还是不放的好。哎呦，他并不愿意给黄忠牌，黄忠表示没骗牌未遂，那我就自己开代劳，开着玩去吧。兵粮寸断，这边二号三号看看吧，不要再有位了，再有位游戏无法进行了是吧？无中生有。好，连弩再二次利用啊，能不能这次再秒了庞统呢？这典韦恐怕是没有那么多杀了。好，连弩给甩了，三步之内他们三个鼠更强，哪来的三个鼠啊？从哪来的三？你从哪看来的三个鼠啊？好，你庞统两条命就是三个鼠吧。好，这边大都督亮将也是参与的抗位，抗吧，这个该抗还是抗的。仇与恨的地狱中，然而曹仁一直据守白嫖的爽了，结果这回合翻面他也白嫖了，这也是据守了。好，这人不动也不亮，那不是位，待着吧，待着什么都有可能吧，说真的。决斗能不能活呢？有没有活路？黄忠表示还有桃，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以逸待劳，还有驱虎呢，反正咱们不救刘备，咱们肯定不救刘备，那周瑜什么的你愿意救你救，对吧？或者暗将，咱们肯定不会去救这屌毛刘备的，救他干什么？叫他何用？是不是杀一刀没杀死，还有个驱虎吞狼之计吧，驱虎吞狼之计。看看这边这个人有杀也没出啊，更不是为了他，也就不想动啊，不想动可能是群无啊，鼠可能鼠如果厉害的将也有可能不动啊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是没打死，周瑜又给抢救了一下，
刘备，你能不能冷静一下？刘备表示我吃个桃，冷静一下啊。那就冷呗，那冷呗，开个五，找个牌啊，找个桃子啊，那还不错啊。他不管魏国啥啥啥的，就自己吃嘛。你们去打，反正对吧？就三个魏嘛，剩下五个都是大活人。主事已经不管那些了。来，爱兵如子，胜乃可全啊！当然也不是他能管得了的。咱们把连弩一藏啊，你们不是撇连弩吗？那就藏手里，说不定一会儿能用到呢。他表示回合外我不敢忘记啊，回合内我还是敢的啊，我有乐不思小啊。好，这边由于咱们也没有对魏国怎么样，他们也不会来先打咱们。虽然咱们是华佗，但是咱们也没救啊，关键是刚才也没救刘备啊，贝勒很惨了。周瑜呢？就只能利用蜀国去帮他打魏了，那咋办？也不能不打。但是出来一个对吧，大猴子终于舍得亮了啊，掉血了就舍得亮了。啊，他给咱们英魂，那咱们肯定给他排的，这个没必要得罪周瑜对吧？现在还不是得罪他的时候啊，你没有意义啊，得罪。该正常打正常打是吧？该正常打正常打，以待劳。三尖两刃刀啊，他可能是想戳一下吧，还是想真的想收？他说你闪毛啊，看来是想戳一下。老师，我杀不进去，要利用戳。挂个闪电是什么呀？你是张角还是小乔啊？还是什么屌毛？周泰，我就不知道了啊，这什么屌毛？啊，砍一刀，还是没收掉。刘备这个人，你看，又开始玻璃心了。好，这边连弩很可能要用上了。Nice， 先过一波牌。好，给黄忠个刀，安抚一下，杀一刀，干掉这个李典，你敢忘记吗？你敢忘记吗？啊，干掉他还可以把这个刘备干掉。刘备第一托管了，第二这个人早就该死了。要他何用啊？是不是？好，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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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啊，其他人不管。好，表完态表示我杀刘备，你们不要管了。黄忠、周瑜啊，黄忠呢管不了，黄忠是给的牌，再给你个杀。哎呀，那个暗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好，黄忠表示我就跟魏国有仇，就干魏啊。魏国可以尝试去干干暗将，说真的，别得罪这些人了，你去干干暗将。当然他这一波直接给掏空了，可能要把周瑜带走了，倒是有可能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但是有这个，但是有这个谁，有华佗，你带不走的。不过华佗可以考虑不救，说真的，可以考虑不救。但是他觉得救了他，他给他补牌很爽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暗的不是，其实不救也可以，说真的。不就我觉得魏长也不一定打不过，但是他觉得他给他英魂反正也不亏啊，反正他的命掌握在咱们的手里，是吧？咱们有红桃那也行啊，让他去抉择吧啊，把这个曹仁抉择的这个啊心里一慌啊。好，这边黄忠也成了无用之人，死。那这个暗将到底是什么呢？也没有判定啊，是不是张角啊，还是什么啊小乔？不知道啊。可咋整啊，这个人如果是个绿皮就麻烦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们开始揣测啊。但是李典这种揣测都是为了就说意思你们去打暗将吧，赶紧。好，还是救。感觉可以不救了呀，是不是啊？但他被乐了，他可能觉得不救打不过。对，被乐了好吧。那就这样吧啊，这一支笔不给他。怕他看了这个人如果是群或者是无会对吧。心理发生变化啊，好的，再继续给他。这个三号很可能就是无群了，蜀国的话没必要再藏了吧，有啥意思呢？好，带走，但是要进鏖战了呀，进鏖战了大家都不能吃桃了。这个孙坚周瑜好厉害啊，他能存牌多，别人都只能存一牌。好，这人继续不亮，继续不亮你就打呗，你打暗的呀，你打他觉得能杀死你啊，觉得你英魂的牌万一把你给弄死了，你弄。哎，你想多了，带不走啊，带不走。好，主视角表示你既然装，那就干你。好，开始干他了，他也不愿意干这个谁，他不愿意干这个邓艾啊。把刀拆了，杀一刀。好，这也不是张角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呀、啊？这什么鬼？这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啊！好，你随便杀，闪不了算我输。好，周瑜一看，那我不给华佗，那不给暗将，他们都说是无，就像无。好，给吧。那可咋整？那他是吴吗？他也不是吴，他把韩冰念顺了，表示我是想韩冰。那你韩冰啥？你不还是打掉血了吗？这个就非常的神奇了。这可咋办？这可咋整？要死了，来一刀死了。
你藏很深的老鼠是吗？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主视角死了，主视角死密达了，他们也都回不了血，全都溢血啊。还是周瑜孙笨厉害啊，周瑜孙笨这个明显更厉害啊，随便反间一下，随便砍一刀就死了是吧？好，邓艾表示宁死不屈啊，绝不让你收。但是神奇的一幕来了，张角潜伏了10000年就为了这一刻。周瑜啊周瑜啊，你失算了，你想了，你看啊，当他没出来那一刻，当你杀死邓艾没出来那一刻，你就要想想他有没有可能是张角了，不杀你，不杀你大概率赢了。藏的真够深啊啊，最后藏了半天啊，就一道雷把周瑜给带走了，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